Hello， 我现在在槟城巴厘布劳佛罗山贝啊，啊，这个佛罗山贝这个叫什么花园啊？啊 ，Botanica City 花园。Botanica City 花园后面啊，有一片50 acre，50 acre 你没有种完啊？没有种完啊。啊，你看华人要创业就是这样，自己没有地就找地来租啊、哦，是吧？是，找地来种啊。种到现在，他种到来不及了。啊，这位啊 ，Mr. Gong 啊，来拿收一下。啊，可以讲是我的代言人啊。有时候啊，我不同地方的菜农啊，不会用，我跟他讲，很多人又一直问，我就给 Mr. Gong 的电话他，感谢他跟我解决很多问题、啊。有很多啊，很多都 WhatsApp 我啊，怎么样用，怎么样用啊。感谢哦。其实你也是在做好事哦，嗯，你救很多人呢。刚才一个古晋的也打给你啊，对，沙拉瓦那边也有啊。我叫你打给 Mr. Gong， 我讲他一定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我讲你跟他讲，他这个是做善事。Mr. Gong， 你用我的东西多久啊？啊，差不多两年了。两年了哦，嗯。以前用的时候是没有招牌的，没有招牌啊，他妈没有招牌都敢用、啊、但是东马沙巴沙拉瓦没有招牌不大敢用。嗯，因为我看到你 Facebook 一直放嘛，应该 try order 第一次 order 五桶啊，有撞墙壁吗？没有啊，也是用啊完OK 啊，中啊。啊，到现在啊，两年用两年了、哦，六七十桶。嗯，啊，两年了、哦。啊，来你讲一下用我的肥料放木瓜是怎样情况？放了木瓜，很大力就对了啊，也是生个不停啊，生不停啊，嗯 ，OK 啊。你木瓜是怎样放？啊，一个月放一次，一个 liter U10 和一个 liter U2 掺在一起淋下头、哦。多少掺多少？一个 liter 掺200 liter 的水。哦，一个 liter 掺200。啊哈。U2 跟 U10 啊掺在一起200 liter 的水去淋下头、哦。淋它的木瓜头了。木瓜头。哦、这个都老木瓜了哦，啊、老树了，老树了、嗯。放了跟其他肥料比较会便宜吗？会快吗？啊、便宜一半啊，便宜一半啊，啊有一半。一斤哦，啊，啱吗？虫呢？虫很少，果蝇很少看到去哦，没有什么这果蝇来哦。果蝇少了，嗯，少。啊、哦，嗯，嗯，这片啊，你们记得吗？几？啊？药水也省了很多，药水啊、哦，啊、哦，老木瓜了啦。平时你用其他的老木瓜会这样省吗？有省会省，但是肥料贵罢了啊，要虫药也要打嘛。现在比较省哦，省一半啊。嗯，省。虫会少了。会少。啊、哦、，Mr. Gong 啊，什么都种，自己又开水果店，种了大大力自己卖。啊，自己卖。哎，可以老实讲，一个月赚几万吗？没有多啦，早吃罢了啦。啊，Mr. Gong是没有地，找地来租来哈、啊啊。养工人罢了啦，赚来。妈的，养工人啊！听说要买房子了啊。啊，他就在菩提学校旁边。旁边啊。嗯，水果档。啊，水果档啊、嗯。啊，很勤劳啊你哦。你请几个工人？有六个啊。六个啊，你看。啊。你也种地门，也种菜，有长寿地门，冬菜什么都有啊。种多吗？全部几个一家？啊，全部有，那边应该有6 acre咯，那边。6 acre？嗯，下面。好，你分享一下，刚才你讲你种菜开始就放几分？啊，几分打下去打底，然后就起了香好了。嗯。就又用油蛋啊，或者是油700啊掺在一起。100 ml 加100 ml 的 U10 和 U1，、嗯、或者是 U700 加 U1 也可以，就打一轮哦，用手泵哦打一轮给。就是还没有下苗啊？还没有下苗，打一个轮过去，苗、嗯、然后就下米哦，种翁菜啊，下米哦。下米。嗯，下米等它出来2寸这样，又再打 U1 哦。U1 多少？20 ml 打20 liter 水啊，加20 liter 水。不喝太浓，太浓它就液干掉哦。刚才我问明辉，嗯，那个明地老板娘啊，他讲他每一次卖我的肥水都要交代啊，对，20 ml 20 liter 30每个人讲降少，降少，
哪里有可能啊？是吧？你放多一点就知道、哦。好像木瓜也是啊，你如果放50 ml 油灯打它树啊，树叶皱气啊，皱气啊，嗯，皱气啊，50 ml 20 L 哦、啊，不可以啊。不可以啊！嗯，他、啊、妈的，我一桶油灯20 L 卖380啊！其实我是给21 L、22的嘛。啊啊！妈的，放30，我吃什么啊？啊，30 ml 就够了。又好给你。嗯啊，哎，你讲你的低木老树用了我的东西讲啊？他用了啊、哦，他的黄瓜尾啊，低木尾啊，不会说弯弯哦，也是枝枝美美的。枝枝美美啊、嗯，用那个叶多多，叶多多，嗯、多多掺多少？掺也是20 L 啦，20 ml。你讲你们家特别交代工人呐、啊？啊，他们拿那个U012打了黄瓜，剩下他说他放30嘛，去打干工叶也干掉了，30就干、哦、啊？哇，不可以啊！U012油漆钱呐？啊，油漆钱。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、哦嗯，要薄哦。啊，也很薄啊，28 L。夸嘛，哎，你种香蕉啊？如果你用这些啊、哦，我香蕉很大串啊。大串，来看一下，有比较大串吗？有啊，也是很普通这样，比较大串的、啊，省肥。来看一下，来，看一下你的香蕉。那边上面。哇，这个昂贡蕉好吗？这昂贡蕉也是很大串啊。这个老树了，老树了、啊，嗯，上面挺粗啊，就很大串，米椒也很大串，会比平时大串吗？啊，也是很大串就对了啦。最重要肥料省啊，啊，省要快的，省不快的，啊，也是一样啦，快、啊、一样啊，快啊，它时间到一定出花的嘛，会比较快出花吗？一样，一样，嗯，一样，但是它大串。哎，你还没有用我的。嗯用700毒我喷你先啊，没有啊，用700罢了啊，好，用700毒我要来了。你用我的蚯蚓灰，你也是用15吨哦，我记得哦。啊，有啊，15吨啊。哎，那个粉蚯蚓灰粉放了这样？啊，也不可以放多啊，多也是腌着啊，那个榴莲秧腌着的全部。我的全部会腌吗？啊，会腌，因为很多人用了不习惯了。啊，我工人这样。圆圆圈放啊，好腌着。哦，这个啊、哦，来讲这个米椒。你这个放什么？我的肥料也是U700加U2这样哦，还是U10加U2这样哦。嗯嗯。换来换去啊。会比较大串吗？啊，普通这样。嗯。大串啊？啊？对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，可以。哎，这个你可能放的不够嘛。啊，还没有。哎。你明天你拿U720cc 给它喷下去啊？没有喷的，我这个没有喷树哦，喷全部喷地上啊，地上罢了。香蕉的病会比较少吗？啊，暂时还不知道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嗯，那些老树的就没办法了啊、哦，肥料会省啊。嗯，各位啊。哎，你这个U700，我看你喷10cc 20 L，火喷了哦，它这个干会裂的。哦，我没有试过，我只是放头罢了。你看树上没有去喷啊？没有，原地找原地来种，种到很爽。啊，各位啊，听到吗？各个农民都讲用了，虫害少，蓟马少。嗯，蓟马好像低温很少去哦。平时呢？以前没有打药不可以哦，现在药水省很多，省很多啊、嗯，不只是快高长大又大只，嗯、快哎，你讲木瓜，上次你讲口味讲，很甜啊，会比较甜啊，啊甜，现在人家吃了早了、哦，早啊，嗯，啊，很甜，好了，你们要吃它的有机的水果啊，就到菩提小学前面了、哦，菩提中学旁边。嗯嗯，好、啊，哇，谢谢 Mr， 你出名了啦你，OK 啊，大家谢啊啊，他是真心分享的，无加入耶，你讲我甲你拍广告，我背了佫都好容易讲，OK 啊，大家谢。